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有 idol 歌手梦想的观众们应该知道 SM 娱乐从1月31号到 2月22号 透过官网举行 2022 SM 全球征选赛狂压。而这次的线上征选赛 只要是2003年到2011年 出生的人，不分国籍性别都可以参加。所以有 idol 梦想的人，只要从歌唱 rap dance 演技等能展现自己魅力的部分拍成影片上传到官网就好。之后通过第一次征选赛的人将会进行第二次的试镜后，最终通过的人就能与 SM 签订专属合约了。然后有位粉丝问了 aespa 卡蒂娜与七姐，有没有那种 唱这首歌一定就能通过 SM 试镜的歌曲呢?的时候, 카리나回答了. 연습생 생활을 하면서 직접 본 거기도 하고 태연 선배님의 6월 그리고 그래비리라는 노래 정말 어렵거든요. 그렇죠. 하면은 성공한다. 그러면 바로 그냥 프리패스. 所以准备 SM 的未来之星们好好练习 You Are Gravity 这两首歌吧。不过这首歌全曲能唱完的话，不只是 SM， 不管哪里应该都能通过吧。能唱完整首歌，哪里都能通过的。不过卡蒂娜好漂亮，03年的话是20岁了，岁月。其实真的希望有一天有华语圈的练习生成为有名的 K-pop 歌手后，在与粉丝们直播的时候提到小时候是看着 DenQ 频道长大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月份 K-pop 男团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 트레저 29位 플럭비 28位 골든 차일드 27位 빅토 26位 2AM 25位 신화 24位 픽스 23位 동방신기 22位 NewEast 21位 ATG 20位 Vino 19位 Tomorrow by Together 18位 Infinity 17位 Stray Kids 16位 펜타곤 15位 빅뱅 14位 SF9 13位 B2B 12位 아스트로 11位 몬스타X 10位 샤이니 9位 엔하이픈 8位 슈퍼주니어 7位 2PM 6位 EXO 5位 101 4位 The Boys 3位 Seventeen 2位 NCT 2月男团因为是旁滩少年团，最多相关关键词是增加、感谢、突破 YouTube、Instagram、 ARMY 征服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76.05%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女团排行，30位 UA
29位，谢谢。28位 FX， 27位 Ladies Code， 26位 Dream Catcher。25位 拉布，24位一姐，23位太阳，22位西格尼丘，21位 EXID。20位 Weekly， 19位 Thursday， 18位意大利鸵鸟，17位 Momoland。16位 Stacy。15位 Brave Girls， 14位 Mamamoo， 13位乌珠鸵鸟，12位 Promise Nine。11位 April， 10位 IVE， 9位 Lovely， 8位 Kepler，7位 Omega。6位소녀시대，5位 A Pink， 4位 Twice， 3位 Red Velvet。2位 aespa， 2月女团排行因为是 BLACKPINK，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模特突破记录 YouTube Instagram Jenny。 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70.61%。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Thank you.